线上同学，来，嘿，几位朋友，我来问各位一句话，我来问各位一句话，请顾完，来，你们觉得你们想看我超度刷屏的，帮我打超度两个字啊。想看加倍超度刷屏的，帮我打超度两个字。我这才说话，没有在跟你话术的啊，说话卖东西当然要明白清楚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想看加倍超度刷屏的，帮我打超度两个字，不想看的打不要。想看加倍超度刷屏，帮我打超度两个字。先刷两颗赞，两颗爱心给我，来两次 iPhone 再给我。好，来想看加倍超度酸民，帮我打超度两个字。我说了嘛，这些酸民嘛，就是怎样，百因必有果。哎，酸民的报应就是我，我帮你们超度，我帮全台湾的直播台超度这些酸民啊，这叫为民除害吧？是。有啦，我喝水的话，你们注意啦。啊、不要看的打不要啦，不要看也可以打，不要，我们要尊重民意啊，对不对啊？明天把它操作，明天把它传北边啊，把它传来啦、啊，啊，我这边外面明天都判给啦。OK， 我拿去超度了啦。啊，你是刚开的啦，我们讲超度啊。来，想看超度的打超度两个字，好笑就好了啦。来，想看的一个人帮加倍再分享一个社团，几个人帮加倍分享一个社团，刷两颗赞，两颗爱心，人生嘛，不过就是这样嘛。你跟我开玩笑，那我开你玩笑，你也要开得起，懂吗？酸民，懂吗？酸民，想看超度的帮加倍打超度两个字，帮加倍打超度两个字。我等下还要讲金，我为什么被金主小哥骂嘞？很严重啦，就严重的啦，跟我长吼有关系啦，跟我昨天有关系啊。来，想看加倍超度酸民打超度两个字，明天要传来啦。叫人家进来啊，用照的啦。我、哦、跑去 ATM 呢、欸。你还跑去 ATM 啊？打刚、啊、打刚刚找去 ATM 啊？啊，上次谁有被我领完的？我今天去全家。来，线上同学刷一排笑脸给我。来，我先送这些酸民一样东西啦。来，线上同学先帮我刷一排笑脸给我。我这的东西全部都是有品牌的啦，来说明，我先送你一辆IKEA的时钟，我先帮你送钟，来，我先帮你送钟啦，同学，来啦，说明你们要先要讲话，不要呢，怎样 ？Q 你们的时候不敢讲话，只敢呢，老师说闭嘴的时候，你们不敢讲话吧？是不是？做带种一点的说明啦，来啦，看这位朋友，线上同学。先送双米一颗 IKEA 时钟，帮你送钟，私讯后台你给我们你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啊！来啊，现在啊，我在加码啊，今天我在加码，直接全套的啦，不要只有送钟而已啊！超度帮我打超度两个字给我，你哪里传的旧啊？干你娘嘞！你哪里传的旧？修旧啊！来啊，双米。七千班超到有够吗？不够。来，不够，同学，两千班有够吗？不够。来，三千班珍珠展，然后三千万超度够不够？算没，收到我烧给你的金子了没？收到没？要没收到，给卡电话问一下。来，有需要可以私讯我们哦。要再走，真的啊，很像发疯了哦。就行，就算很像，来啊，三千万帮你敲到啦。同学，不够吗？够帮我打一排，够给我啦。这些酸民哦，就是没有遇到会把他超度的主播，懂我意思吗？我这叫做为民除害，刷一排笑脸给我啦，刷一排笑脸给我啦。哦，对啊，为什么听起来很喘？因为我自己身体也不太好，我给你心态脑往上后啦。来，黑点朋友，刷一排笑脸给我。一个人
个人工去卖 BNW 啦，纸糊的，搁白装，啊无，搁一台哈雷，伊个有送予伊啊，去搞咩？